家好，我是 Jelly 林丽杰。今天呢，我又来到了猫脚印的松山店。大家有没有看到我手上这一盒啊？这个就是现在剑盾 PTCG 里面最新的一弹，今天就发售了，好不好？那今天呢，就是要来开箱 Set A 跟 Set B 的各一盒来给大家看。我好像是5月的时候入坑的，那个时候环境主要以例如像皮杰啊，然后超梦火 Box 为主。然后现在出了这一弹，就是有 V 的这样子。不过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到底是偏欧还是偏飞，好不好？直接抽起来了 ，set A set B 各一盒了啦。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来开始吧 ，Go Go。那因为呢，今天一样是在外面的卡牌店，算是一个密闭空间，所以一样就是继续戴着口罩，再麻烦各位观众见谅喽。首先我就先来开个 set A， 好不好？我们就先来开这一盒 ，OK， Go Go。它打开就这样啦，就跟之前的差不多啦。就它会有一些介绍啊什么之类的，这里面总共有30包，好不好？30包直接开起来了。好，首先我开了第一包啦，手抽。哦，这个手抽感觉，这个奥利维感觉是不错的哦，手会抖哎。哇！这样什么？这有爆配率了。这什么东西？这好不好啊？好像不怎么样，对不对？傻眼！第二包才第二包。我要问别人说这样好不好？哎，这样好不好？他给我一个不失礼貌的微笑，所以这样不好。这张可以打吧？好，算了算了，没有不好，撕掉了，然后配料撕掉了。H 啊，蛮难出的啊，看难出的。这是我人生的第一张彩虹，好了，当一个纪念了。我这一包抽到喵喵，观赏用，观赏用，观赏用的喵喵啊，这个已经不知道第几包了。这个是进化熏香，这张呢主电权的小卡，听说是 V 比较强一点啊。这里有一张金属碟的物品，现场所有人给了我一个赞哦。我看到黑边，这样有一个巨石钉，听说蛮厉害的。抽到一张加勒尔地区的魔灵山谷，啊，这样很强哦，真的假的？特性是灭亡之躯。他说，当这只宝可梦在战斗场上受到对手的宝可梦招式的伤害而气绝的时候，自己可以掷一次硬币，只会将对方使用招式的那一只宝可梦气绝。哎呦，好猛哦！抽到一张战权荣誉的伊卡，哎，哇，超级巨的。抽到一张战神荣誉的 V Mix， 所以连续两包，分别让我抽到了战神荣誉的 V 卡跟一张 V Mix， 好不好？抽到了一张极光能量的特殊能量，这一张牌基本上就可以拿去我的那个超梦的火 Box 里面来使用。抽到了一张金珠的物品卡，抽到了我个人很喜欢的超能炮筹。哎呦，我抽到第二张极光能量，卡布明明 V 卡。这边呢，我抽到了一张列阵兵的 V 卡，这张好像听说还不错，还蛮好用的。抽到一张萨马兰特的小牌啦，哦，送到托 V 卡。好啦，这个是 Set A 的最后一包了，好不好？开开看，抽到一张文耀果的物品卡。好啦，那我们的 Set A 已经开完，接下来我们事不宜迟，就来马上开一下 Set B 吧 ，Go Go。Set B 的30包也在这了，好不好？直接抽起来了，抽到一张加勒尔地区的双弹瓦斯的小卡，哦。我抽到了草主的 V 卡，刚刚场外有帮我开卡，然后主要比较特殊的是这两张啦，就是呐喊队手下加勒尔地区的喵头木，好不好？这张因为我有个观众要，我就送他了，来给你。因为他之前有帮我啦，然后我这一包呢，抽到了一张回收网的物品卡，抽到了一张气球的物品卡，听说还不错，抽到了一张裂空座的小卡。草鹿竞技场，感觉打草的会需要这一张，还蛮好用的。抽到了一张拉普拉斯的 V Max 卡，这张感觉还不错，好不好？抽到了一张煤炭龟的 V 卡，我如果抽到玛丽的全图，你们会不会高潮？可以帮你换，我可以帮你换。抽到了一张切面 V 的小卡，后面全部开始点头，点头如捣蒜。哦，靠杯啊！抽到了一张风雷金刚星的 V 卡，哇！他眼神死，哎，上你，
我跟你讲，这边就体现出我对观众真的很好，要什么就给什么。真的吗？那张 H 哎呦，黑边。收到一张美纳斯的 V 卡，真香啊！然后还有一张索尼亚的人卡。警察，警察！抽到一张智慧星的闪卡，后面全部在点头啊！在自己的回合的时候可以使用一次，选择一张自己的手牌跟牌库上方的卡互换。哦，抽到一张闪耀王牌的 V Mix 卡，抽到一张还不错的毛毛角羊。V 卡，我居然抽到一张我不认识的人物卡，他叫邓培，他是裁判，他是裁判是不是？是吗？裁判忘记了，忘记了，谁啊？剑盾的裁判啊，剑盾的裁判，有这种人，完全不记得有这个人哎，完全不知道，抽到了一张小卡玛丽，真香啊，好不好？哎，后面那个观众，抽到一张凯路迪欧的 V 卡，后面一片沉默，感觉是不怎么样。我现在倒数三包了，好不好？我觉得情况不乐观。抽到一张蜂蜜龙的小卡，可爱，说可爱就是一种比较委婉的，有点烂的说法，算是有用的。哦，真的，抽到一张燃烧围巾，后面观众让我数一下，1、2、3、4、5。1、2、3、4、5、6、7、8、9，后面有十个人在看了，压力好大。大家都看我最后一包，再一盒而已。摄影师那个再一盒，信用卡拿出来。靠杯，超烂的，最后一包，呼呼啊，好不好？最后一包，然后还有一张是骆驼母自行车的物品卡，这样听算蛮实用的啦。虽然我之前就有在看，感觉我这两盒都是抽到一些实用的。我基本上卡都已经开完了，现在这个环节我们就来拜托一下场外的观众，看一下就是说我这一次抽到这两盒到底价钱大概坐落在多少，好不好？不过呢，在这边也要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现在是发售的第一天，价钱可能还蛮不稳的。那他们基本上计算的价钱都会依照可能之后稳定的价钱来大概估一下多少钱，所以可能也不是一个绝对的价钱，大家就看看就好，看看就好。好了，那我们就从 set A 开始，好不好？首先这张 Pro Baker 场外说这张300块，然后再来是战神人的 V Mix 100，然后再来是多隆邦鲁托的 V 卡，这张300元，然后再来是列阵兵的 V 卡30，再来是卡弗明明的 V 卡100块，再来是战神荣源的 V 卡50块，巨石丁的 V 卡30块，喵喵的 V 卡这张也30块。基本上呢，这些小闪卡我们就算一张5块吧，总共有7张，所以是35块。然后这边有2张的竞技场，分别是2张的训练场地，1张20块，所以总共是40元。这边有一张金属碟的物品卡，这样算100块。然后呢，这里有一张进化熏香，这样算50元。再来呢，就是一些其他的小物品卡，这一张就算10块吧。这里有8张，所以算80元。这里有一张光速电能，10元。这2张极光能量呢，1张是100元，所以这总共是200块。然后这里有一张恐怖能量，这张算30元。这里的人物卡呢，基本上应该都不怎么样，所以就1张10块钱，总共是50元。那基本上其他小的一些宝可梦卡就不计算了，好不好？好，刚刚所计算的结果呢，我的 Set A 的一盒总共大概这边的计算是1575元 ，Set A 本身的定价是1500块，所以基本上应该算是小赚个75块，好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计算一下有关于 Set B 的开卡结果怎么样吧。这里有一张欧雷金刚星的 SR 卡，这样是100元，拉普拉斯的 V Max 卡，这样50元。闪焰王牌的 V Mix 卡，这一张80元，凯路迪欧的 V 卡30元，毛毛角羊的 V 卡30元，轰雷金刚星的 V 卡50元，煤炭龟的 V 卡30元，美纳斯的 V 卡30元，加尔地区的双蛋瓦斯10块钱，小闪卡的智慧星50元。接下来这边呢，就是一些比较小的闪卡，一张算10块，所以是40元。来了，香的好不好？香的玛丽闪卡，这张就算50元，草鹿竞技场20元，然后加勒矿山也是20元。这里有一张捕获能量的特殊能量卡，20元。再来呢，这里是有2张的双子能量，总共是40元。这4张的人物卡呢，因为其实好像也没什么用，所以1张5块钱，4张就是
20元。好，这里有一张足量水桶的物品卡30元，这里有一张大护符的物品卡30元，一张气球的物品卡30元，这里有一张回收网的物品卡30元，再来就是很常用到的神奇糖果也是30块，再来呢这边就是一些可能比较少用到的一些物品卡，就是一张算5块，所以这里总共是25元。好了，经过计算结果呢，开的价钱大概可以卖个865块。那以 Set B 一盒卖1500块而言呢，我其实是亏了算635块，好不好？算下来是亏啊，还是亏居多啊？因为我的 Set B 好像开的不怎么样，好不好？那基本上呢，这个就是今天的开卡结果了。那我觉得 PTCG 呢，其实这个卡牌游戏有慢慢越来越起来的趋势。那像我一样，身为就是一个比较久远的考古系的一个宝可梦玩家呢，最近也算是有点被这个 PTCG 给烧到了，好不好？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讲说，因为其实我本身并不是一个玩 PTCG 入坑很久的玩家，我之前呢其实也没有玩过国际版，所以有一些规则又或者是一些体系或者是 meta 可能没有很熟的，还请大家多多见谅，好不好？好了，那基本上呢，今天的影片到这边结束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别忘记点选小铃铛，也欢迎到我的 Facebook 粉专按赞，别忘记追踪我的 IG。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大家拜拜。有比较才有伤害，让我们来看看力杰身边的朋友抽到什么吧。好啊，我摄影师现在抽到的很好啊。哎呀，有哪些啊？竹电犬、多隆巴鲁托 V Max、萨马兰特、大王铜像、海胆、石像、铜像，啊，铜像是 V Max， 还有布斯湖。好啊，好啊，那个脸，好啊。这是什么？哦，其他的一些闪卡，多隆巴鲁托闪卡，哎。哎呦，哎呦，好啊！我帮你在合作，我们在合作。太扯了吧！力杰的运气差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想抽到好卡吗？找力杰出来抽卡就对了，可怜呐。